干嘛叹气？我想到我的直播，我想到我只是一个直播记录档，我还要去处理，我觉得好累啊。原本都可以不要上传了，不行啊！哎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好了，开好了，可以进来了。好，这密码不会被显示出来嘛？对不对？不会，不会。嗯，好的，加入。哦，我要换角色。为什么换角色？因为就只有我玩原始的角色，我觉得不爱，很不公平，对。请问密码在哪里？可以打一下吗？没在，看上礼拜的对话记录。心电感应，心电感应，问超久没人回。拿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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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少打两个，少打一个。好，我想说，我刚刚就猜这个啊，原来我少猜了两个。哦，差一点点，我又猜错了啊！我掉出去了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回应啊？男神是回应，所以是几个啊？三个吧，三个吧，最应该是最后一个打的那个吧。嗯，空与翔，他的那个设置玩家人数有要调吗？因为我只有装了，我没有调。要吧，我们是不是超过？我超过啊，要调、啊。我有装过，我装那个模组，可是不知道要不要去调它。要啊，要。那所以你要重开哦。要重开，要重开。那我们只好再来聊聊了。我鼻音很重吗？应该还好吧。聊聊，聊聊聊聊聊。啊！哈！啊！对，我还没装水，我装个水好了，大家听装水声。二刷还愿吗？可是现在看到后面还是没人破过第二剧情、啊、我是觉得不会有第二结局啦、啊、我因为昨天已经很多人在找了都没有出现，应该是找不到，因为我觉得大家找这个东西还蛮厉害的。对啊，感觉都单一，而且昨天我在看半夜，他们真的什么东西都试过，就是包含坐电视一直不回头看那个小女孩，就是一直把那个电视看完，然后还有就是爬地狱时每个地方都想办法下去。没有啊，你这样讲好吗、欸、因为人家还没看完，你这样还没完哦。哎、欸，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要订阅喵哈的那个开路。我要订阅之后就会 跑出很奇怪的东西之类的吗？什么奇怪的东西你要讲清楚哦。我不知道啊，跑出奇怪的东西。例如电视爬出一个小女生啊，那边这样子怎么你不能讲出来啊？这样大家都知道电视会爬出小女生了，然后你就贴在电视上面啊。然后你就会看到贞子跟标题，我标题没改哦。哦，第二次直播玩这个，改这个。在启动伺服器了，等一下。好、oh. 不用调，刚刚真的不用调，他已经是三十人了。三十人哦、oh, 抱歉、欸、抱歉。他装完就好了。他有时候都不给我变。排斥。排斥。排斥。对吧、啊、很想要两个不同结局比较好玩。嗯。我昨天还在那个地狱的门那边待了好久。没用。我看里面会不会有人那个把门打开。我都在中间的门等等超久的。我的游戏没声音了，我要重开。好、oh. 啊、我忘记了。哦、oh. 会不会有回音、What? 回音、我等他去 开完回音过去。回音不是回忆吗？麦块的还愿。哎、欸、我们昨天有人在玩哦。嗯嗯，下次你们就知道了。加入游戏，进去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来了。看标题吓死，吓死你们了！吓死，吓死，吓死你！反正昨天想说，来大家一起通话玩还愿这样子。嗯。伺服器已满。嗯，那我可以。我再进去了。我在 loading， 在祈祷中。所以只会有一个人。耶、yeah, ，我进来了。在外面。我进来了。他完全不让我进去、嗯。啊，小雨嘞？诶、欸，小雨进得来吗？他写伺服器已满了，我还在读。啊，那就是、哦，那就是模组还要再调啦，装了以外还要再调。
可是它上面就是装完上面写调三。看我拍的画面。因为我现在 table 看是已经，我看右上角是6撇6，六个正，对，所以就是好，所以，哎，你要还是再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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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那我，哎，我观众直接问我说，所以关台了没？太过分了，哇，什么鬼？哇，没有，因为他们说，我跟他们说，如果早点关台，轩轩还在开的话，我就去串场还原。所以他们全部在赶我，刚才关台，超过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讲，就一定那个啦。这群坏人。我想说，没有，今天加码开台，加 ATM 哦。我跟你讲，精算师我已经算过，这款大概顶多玩个3个小时。他说他八点开始打，所以到时候11点的时候已经关了。啊！你不要吵了，你不要跟我讲话。哇！你快点说，你更改行程11点再开。11点再开。没有，他听不到你们讲话的。啊、可恶！没有直接去他台留言啊。咦、欸？啊，我字条的啊。你们观众知道怎么用啊？当然。有没有人会？不是就是在开多人上面那个 mod 那边调吗？ mod 嘛，然后点我装这个模组啦，对啊，增加玩家，啊，它不是有个齿轮吗？然后那个螺丝钉点下去嘛，里面有个最高人数调30人啊。哎哎哎，对啊，有应用啊，一样啊，嗯，对啊，哼，字符端 mod 嘛，没错啊。哇，我一堆 mod 都坏掉了。嘿，好帅。好啦，那只能小雨过去玩还原了。没有啦，在干嘛？小雨去串场吧，我们继续。有观众知道吗？所以确定开不了吗？还在研究。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先找备案啊？如果真的开不了的话，还原。你要怎么7个人同时还原啊？而且还刚好是7这个数字，有个恐怖，一人泡一。就各玩各的，看谁最先冲到最后。好吧，我要先往旁边的气圈一路冲，一路冲。还是会不会另一种结局跟时间破关时间？还是他进整个你如果整个游戏重开看看呢？那刚刚有重开过吗？都开伺服器吗？对啊，有重开看看。没有重，那就试试看嘛。要开新的伺服器。因为我这边不会玩哦，我应该是明天玩吧，应该会晕。对，欸，而且我看过了80%的，我看了80%的剧情了，欸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你有，我觉得很猛哎，欸，你这种的都会晕，但是你 ARK 却不会晕，不知道哎，欸。然后我反而是 ARK 晕爆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是那个我昨天刚开始，我昨天刚开始看这个实况，我也觉得超晕，可是看习惯后就还好了。没有，我觉得自己玩跟看还是有差，有差，一定都有差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 ARK 的动态模糊超多，那是你没有把它关掉吧？就是预设了，它预设的时候，啊啊，我是后来关掉有稍微好一点。嗯，哦，不然原本刚开始的 ARK 真的是哦，玩了10分钟就要去躺了，先休息个。对啊。我觉得像那种还愿啊什么的，应该是气氛的那种压迫感，所以比较容易晕吧。嗯，对啊。哦，这个模组现在，可是这个我看那个他们写说现在这个没有用嘞。哦，哇，怎么办？那阿嘎逼咯。怎么办？不好看哦。阿嘎逼是什么？你是说高尔夫吗？高尔夫啊，高尔夫。我看有没有装，我没有装，那个应该档案不大吧？对啊，这是阿嘎 B 吗？看看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因为 High Visual 感觉好近哦，虽然这是最快的，我也没有装，还是我们开那个你画我猜，你画我猜，哦，你是说那个网页版？对啊，网页那个。也不是不行啦，看啊，现在是还有在测试吗？那我挣扎一下。好，那我继续看着你挣扎，挣扎一下。还是观众有知道有什么模组可以增加人数的？对啊，可以提供一下。或者是怂恿小雨去那个
嗯不要，这个是最难的吧？不是啊，我去我也是在旁边跟在看台一样啊，只是我出现在视讯里而已。至少他被一个人被吓不会紧张啊。不是啊，我很怕就是他在玩，他没有被吓，我被吓到，这很尴尬，好不好？他会像个小女孩躲在你胸口里这样子。这个画面，我的画面。看到另一个加人数的，我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？嗯，行啊，试探看。细化嘛、欸，嘿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可以啊，到去年就出现一堆说什么不能用了，不能用了，不能用了，然后作者已经弃坑了。作者不应该是要搞爆中间大改版之类的，然后好像有 就没再更新这样，不玩了，跑去还愿了吧？什么都是还愿之，然后去找一下何老师。他已经被何老师找走了，被何老师抓走了。来，跟着我一起念。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 Don't Stop 的音乐好洗脑。今天就这样子开一天好了。然后耍废吗？发现我的 Don't Stop 没音乐。你把它调掉了吧？都有人可以。挖机岩挖了好几天了，我们开这个。对啊，我真的有看到一个超，真的是很扯哎、欸，对啊，那就开拿撰稿挖机岩，然后开直播，好乱，然后看什么时候会挖爆，可是那根本挖不爆啊。对啊，挖爆啊。对啊，他从1月29号开始挖、欸，挖到太扯了，挖到现在，挖到现在，然后订阅加了十几十万吧，十万左右啊，超扯的，好猛。所以我们就放这个画面，看他什么时候标题会改，然后我们就打字在这边。什么时候那些猪会不再笑？哎呀，我要讲个东西，主播有没有当成？你去看我们大家影片就知道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UHC 啊，有人问说昨天 UHC 主播有当成吗？去看影片。刷这个。你们那一队的，就你昨天不是团团云团团跟繁星还有姚一队吗？嗯，你们三个人同时间发片呢、欸？对啊。然后我刚好就订阅你们，你们刚好就三个人同时出现，然后又同一个队。然后姚有 po 文，我有看到。有看到。那我截给他看。超猛。叮叮叮。叮想知道吗？我愣了一下，想说。去看影片哦，看影片不要来问，看影片就知道啦。对啊，那也就不跟你讲啦。还可以知道谁是冠军哦。对啊，对对啊，冠军你长帅。嗯哼，哎，不讲话。是啊，没有，你刚刚是你刚刚有讲话吗？说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没听到，被吃掉，没事。对啊，声音很小声。好吧，好，好像有哦。啊，你明明就知道，还要问，知道还要问，他想要听到你亲口告诉他。那我直接跟你，说，去看影片，去看影片，你可以跟他胡乱。你要唬烂什么？我当了五次主播嘛。那个团团他这一次 UHC 穿女装哦，屁啦！然后马上点进去有没有？太钓鱼了，太钓了！什么？我跟你说才没有了，你都骗人！知道。哈哈哈！再开一次，再不行就算了。好，所以可以进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再启动伺服器。好，那算的话要玩什么？最快就是网页版，要不然或者是高尔夫下载，选一个。高尔夫应该蛮快的吧？那就高尔夫哦。那个，那等一下我要刷、哦、下载、啊。对，等一下团跟杰克，你们两个红绿灯哦。红绿灯还好啦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有那个大乱斗吗？那个大乱斗什么那个？对 ，B 什么的。啊？B 什么的不是大家都有吗？对吧、啊？不是、啊，就问你有没有下载、啊？下载之类的吗？我还没有啊，我有下载啊，那个也可以、啊，就现在玩啊，也行啊，也可以，可以啊。大乱斗啊！是不是上次赢得很爽，就是还想再虐我们啊？现在有哈基在了、喔，今天有哈基在了、喔，只是上今天有哈基在了、喔，更好啊！他等下要磨你喽，他磨了、喔，啊、他等下要摸你喽，磨你喽，磨最快麦快，不要啦，麦快。就我们会。一点进那游戏，他正在维修。
那也太那也太巧了吧？是有那种可能性啊，每次去都维修，又维修，说不定就去韩国人打架，韩国人，韩国人吗？诶、欸，咖米吗？咖米应该是有，糖果我也有，可是咖米我记得我们没有玩过两小时，都是一小时、欸，哎，就他的时间。对啊，嗯，而且我们已经耗了四五分钟了。对，我们再等一下，那你要再想45分钟。哎、欸，所以他自己开好了，我们可以点进去了吗？他有了，有了，好了，可以加了。我看可以加了，先加看看吧。抢灯，看谁挤在外面。挤在外面那个人玩船院。船院是什么鬼啊？船院。哎、欸，我进来了。船院，哎、欸，我在 loading 了、哦。我在祈祷中了。看来小雨要去船院了。还是大家都连到了呢？大家都连到了，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。是啊，好结局，好结局，祈祷中。